钱吧，快捡快捡，这就是通关必备的，兄弟们，有了它，你可以和平的，呸，可以和心平气和的和别人说话。为什么？它称之为世界和平。这个东西呢，威力非常大。那打猫眼龙肯定是绰绰有余了啊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它不会把我们给伤到，而且非常有节目效果。这个彩虹方块咱就不用开了。接下来就通过我们的星际方块召唤末地传送门，进行我们的最后一步。我不希望再被指令嘎了，我没见过星际方块有指令杀，哎，所以我一点都不怕。五个传送门了，我没骗你们吧？它就是各种间接的把我们送到末地，只要我有手速，我就能非常快的过去。哎呀，没有牛奶，咱没有牛奶啊！干嘛？你跟我比赛跑？你再跑一个我看看，他跑还真挺快的，小伙子，好家伙！把你表情包里最好看的那个表情啊，我不要带坤的啊，谁敢在评论区里发带坤的表情包，我拉黑你。这个门已经给我搞出来了，这就是星际方块吗？真的是知我啊，非常知我。17个门，我们有一次容错的机会，必须站在中间，不要告诉我你不会摆，我前两天刚发了教学，站在中间这么摆啊，一定要以自己为中心。就像爱情一样，爱别人的同时不要忘记爱自己，这样的话你的门才能成功的搭建出来，才能被点亮，不然你付出再多都是没有用的。来吧，我们去到末地跟末影龙来一波决战。我终于要通关了嘛，2023年超难度高难度啊，高难度幸运极限生存就要结坑了吗？哎，干嘛呢？你来来来，你来中间来。哎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一个刷怪龙，给我嘎！就这也没实力呀、啊！啊，小小魔龙，给我炸！把末地都给你炸穿！哇，太解气了！这种感觉你自己不玩一下，你是永远不知道怎么回事的，兄弟们，太爽了！想玩同款模组，手机版夜风工作室啊 ，MCS 啊。大家去找吧啊，幸运方块一至八随便玩啊。然后我们现在跟大家说声再见，不过喜欢叶枫的兄弟们可以点个赞，我们下个系列见，关注一下叶枫这个小作者，下次还能刷得到，拜拜，送给你几个神蛋。